我在家里看鸭子，他们发了一封电报过来，说要去吃饭。小百灵，你在干嘛？你吃什么？吃糖啊？这是做了一个年会啊，年会是给大家开心的啊，陆总给大家送福利啊，你跟我没有从那边开始，从这边开始过来，可以从这边开始过来，那从你们鼎立的开始，陆总，给你们先上，上，从鼎立的先上，好不好？来来来，啊，看一下啊，谁？我跟你讲，大的红包都是在前面的。等前面人家都亏完了，你们后面没有份了。对呀，我跟你们讲，大的红包都在前面过来，哇，顶立的好积极啊，朋友们。啊？来看看，往前面去啊。准备好了吗？好，开始，有请开始。就这个，前面那个吧，前面那个吧，压是压是两个，前面的脸，然后又翻回来，所以只能算前面一个，因为这个是一百分。好，下一个，别跑偏啦。左边还是右边？前面，只能打前面。没事。我跟你讲，你千万不要冲动啊！你不要老是拿小的，我知道你老是要的女生。
你们要的女生吗？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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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
小的。来来，这样补一个得了。哪里啊？太鬼惨了。佳佳，还有吗？佳佳，来啊！打招呼，打招呼，别打招呼，佳佳，你到了，来来来，我也没到，今天晚上三点回到家。佳佳，马哥没在，马哥跟小队都没在。不要紧张，老是想跑偏的，不行啊，不专心听。欢迎直播间的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啊！还有谁？小胖，小胖，现在开始没有了就没有了。小胖，小胖，来。咦？我怕我等下太用力，等下又滚出去了怎么办？一定要拿个大红包，不然你真的吗？你们有经验？真的，有个屁！没人了。